当小徐刚看到对手细猫猫时，当猫猫窜逃了以后，你掐他脖子，按住脑子，像石猴一样。谁给你打出来？他咬呢。咱先救了，咱先来。养一会儿，宝贝动物饭了，把猫粮给吃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你说那狗啥事也没有了，怎么撵都撵不走我？来，准备让你掐前面。快走！阿姨，快走！阿姨，大叔，走两步，别在那站着。另外只手摸它。不是，你先给它放到腿上。再另外只手摸它，你先拿着放到腿上就好了。另外只手摸它就好了。后面有人。小徐终于开始拍了。好嘞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要放下脚，要放猫走，放下，好了，它就跑了。哎，松开它，去玩去吧，看着开心。好，我也要。最后来看看这只身手矫健的团宠猫猫吧。